印度跟加拿大哈，之前闹得不可开交，谁赢了呢？我跟你讲，没有悬念，就是印度啊，再出狠招开撕加拿大，不要这样嘛，人家只是比较天真而已，已经放软了，不是吗？啊，杜鲁道说什么？加拿大政府不希望争端升级，我们非常认真的对待此事，我们将继续跟印度政府进行负责任、建设性的接触。哎，话讲到这个份上，哎，对不对啊？人家印度怎么样啊？印度外长哇，还是由外长出来讲，莫迪都懒得理他，对，外长出来应对啊。这个我们加拿大人员被欺负，这个印度驻加拿大的外交人员被欺负啊，等等。然后英国的金融时报也来报道，印度又跑去跟这个英国告状嘛，对不对啊？10月10号前你要撤回41名驻印度的外交官，要不然撤销外交豁免权。哇塞，没有外交豁免权，这个实在是，对，总共才62名外交官，撤回41名，哎啊，然后也停发了这个加拿大人的这个签证啊，等等等啊，就说。哎，需要韩冰这是怎样？我说这个人家加拿大都已经放软，这么不能原谅哦，都是这个美国队伍里面的一员吗？其实印度从来也不是美国队伍里面一员，印度是一直在走他自己的路，是美国想要把他拉进来做他的一员。那结果没想到杜里道这个小子，搞不清楚，真完全搞错方向，竟然去质问莫迪这件事情，所以把整个事情搞得不可开交。因为这个对印度人来讲，他们认为你等于是当面羞辱我，所以你既然羞辱我的话，我当然要就非常正面的去报复。印度人的自尊心是非常强烈，所以他现在就是你加拿大以为这样就可以算了吗？我们没有想算，所以我觉得要解决这个问题，恐怕印度现在的需求是你要非常正面的跟我道歉。但是问题，杜鲁道如果道了这个歉，杜鲁道这个也不用干了。政治生命就结束了。对，所以杜鲁道也不可能做出来这一招，所以我觉得双方现在就僵在这个地方了。那印度当然就使出很招，就直接说，我直接你的外交豁免权，我直接给你废除掉。那废除掉就非常危险，因为表示什么？表示印度随便可以安你个罪名或干嘛的，我就直接抓人啊，或是甚至他们有一些民众如果对他进行某一些侵扰啊。报复啊，他恐怕也很难防止。哎，这中间老大哥美国的角色呢？杜鲁道之前不是很有信心的说，他觉得这个布林肯会帮他嘛？哎，布林肯谈的时候会讲嘛？结果后来布林肯完全没讲，只字未提啊。因为布林肯比杜鲁道了解印度人嘛，印度人现在正在气头上，现在谁去谁倒霉。我讲实在话，所以布林肯那一天事情一发生之后，美国跟布林肯马上就讲说，哎，我们非常关切这件事情。我就关切啊，我只告诉你关切啊，我没说我要做任何动作啊，就是关切，看你杜鲁道怎么处理嘛。那问题现在就是在这边，因为这是国与国，这不是朋友跟朋友之间，所以现在两国都势必在短时间之内不可能把面子拉下来，谁拉下来谁倒霉，因为谁拉下来谁大概就要失去权力，所以我认为会僵持一段时间。你看加拿大想息事宁人了啦，对吧？没有办法，你单纯讲这句话，印度人得到命令了。对，这个是拜登一定有跟他讲，你要赶快处理这件事。对对对。但是问题是，这个不是你做这样的程度就可以处理得了。嗯。而且你做这样的程度的处理，你国内怎么办？对啊。对啊。现在杜鲁道当初会去讲，是因为他国内压力非常大。对。因为这些锡克教徒一直要求他交出凶手。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情。他现在必须要第一个，他要低调。加拿大现在大概只能把这件事情降温降下来，然后他私底下要赶快找这些双方各自的有一些资深跟印度比较交好的人，要赶快去莫迪这边运作，然后他自己内部也要找人去跟锡克教徒这边去运作，你要双方达成一些协议之后，慢慢慢慢把温降下来。我认为这不是短短几个礼拜之内可以解决。你觉得杜鲁道凉了吗？我觉得他已经差不多了。这件事情真凉。我可以表达意见。我上课讲到这个案例，我问学生说，这个地缘政治利益可不可以压制所谓的普世价值？就是说民主啊、自由啊、人权啊，这个事情的话呢，加拿大是五眼联盟的国家，五眼联盟这些讲英文的国家教我们什么叫做自由、民主、人权。你现在国内的这个宗教里，你的加拿大公民被印度派的人暗杀，你手上有证据，你讲出来以后，居然得到这种结果，你就知道现在整个五眼联盟讲的事情基本上都是虚伪的。
确实，我觉得岳老师讲的太好，这个普世价值啊，在这个地缘政治的利益前不值一提呀、啊。对呀、啊，就是说是因为现在印度人本身来讲，对于加拿大，就是说这个事情以后，印度马上宣布讲说，加拿大的公民里面有41个我们要杀的对象。对对。这就摆明了不跟你客气了。所以你看到印度真的再出狠招哈。好，来，这个将军讲一下，这个俄乌现在的战场上啊，今年第二个冬天，乌克兰撑得下去吗？俄罗斯对赫尔松发动了10月大轰炸，24小时轰炸了71次，总共是将近400枚炮弹呐、啊，炮如雨下哈、啊。然后最近几乎的行动都在赫尔松附近。然后另外一头呢，我们看到这个乌克兰最近怎么搞的、啊？这个国家的预防腐败局在 Telegram 上发文，把中国的三大石油天然气列为这个战争的赞助商的名单，都是很大的哦，中海油集团呐、啊，中石化集团呐、啊，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呐、啊，当别忘了之前4月份的时候，小米也被列入嘛啊。然后另一头你看到这个战争地带，从卫星照片中看到俄罗斯的机坪上有很多所谓的诱饵，这个东西如果你看西方媒体的话，西方媒体就冷嘲热讽。有没有啊？俄罗斯战机不够了，只好在油漆用地上画一画来骗大家。但这篇的就是比较中性，他告诉大家这是某种诱饵的战术，有没有效呢？首先先从这个十月大轰炸开始谈起。对，这十月大轰炸可以看出来，这是一个很典型的报复战。因为现在我们来看呢，就是俄乌战争呢，乌克兰不知道要如何去下台，如何去结束战争，这是乌克兰最痛苦的地方。他整个春季大反攻呀，秋季大反攻。整个这一年的努力下来啊，也只收复了0.3%的失土，就是12万平方公里收复了0.3%。他要全部收起来，一年只收0.3%，全部都要收复的话，要300年。俄乌战争可能打300年嘛？你一年才收复0.3%嘛？按照这样来看嘛，所以他是非常辛苦的。那现在收复0.3%就算了，你现在美国已经金援给乌克兰450亿美元，美国现在你看他的参议院、众议院都有一点点，都已经有一点有点疲劳了。你看，包含波兰对他的谷物的出口，现在当然开通了啦，也是都经常会有维持，都变成这个状况，会乌克兰进退失据，在国际上他骂，人家马上回马枪，你人在屋檐下，你还能够不低头吗？马上只有接受了，所以乌克兰现在陷入啊进退失据的状况，非常的辛苦，他想要全部收回来。已经是不可能了，要300年的时间。你按照目前的进度来看，那他目前进度是这个是最好的状况哦。他120个旅都投入了嘞，你看他包含了他的一般旅、后备旅、还有精锐旅、还有空降旅，总共120个旅都投入了。那他现在变成只有这个状况，所以那现在进入是有什么集束弹啊，那些都没有用。那个集束弹也给他了，也包括了。我们只要到这个我们讲的海马斯的火箭也给他了，包含豹一跟豹二，豹二给他，然后后来要给豹一也给包含这个英国给的挑战者和的坦克也给了。现在我就要看最后一个有没有办法来挽回劣势，但是我认为不乐观。F16，那 F16加上 F16飞行员，我判断年底会出来，因为飞行员要训练嘛。那大概训练经过半，乌克兰这个一定要懂英语才可以驾驶。对，懂英文，而且的系统也不一样。以前都是24的，不管是苏凯或者是我们。他所讲到的这个直升机都是24的，现在转换成这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模式，在这看他转换的这个困难度高不高？我要认为看看到年底。那这个时间他把这个矛头对准中国这几家大公司干嘛？那我认为这个东西哦，有点这个又被人政治化了，可能因为中国大陆对乌克兰好像现在还是站在俄罗斯这一边嘛，那他先慢慢就一直就变成这个状况，就跟中国大陆要人就做切割，你一直中国大陆跟他的关系也很好、啊，也一般来讲很好，因为他已经瓦雅戈还有他的这个航太的一些零件，还有这个轮军舰呐、啊，大的那个发动机，我们讲的推进器，大陆的国防都是他突破都是靠乌克兰的、啊。那现在你看看乌克兰还是站在俄罗斯这一边嘛？不是，美国叫他制裁他就制裁，就变成这个状况、嗯。那现在他讲，那你既然这样子的话，他也摆谱了。那你看这个现在的这个飞机啊，这个包含 TU-95 的熊式轰炸机，它放了，它画那个形状，这个就是欺敌跟伪装。哦。那你看的这个东西，哎呦，好像是飞机。骗过卫星、啊。你要个骗，你只要是 EO 电子光学一看，哎，是飞机。哦。但是你如果用红外线就可以找出来不是，或者是合成孔径雷达，就是雷达摄影一看，也不是。嗯。但是你如果是电子光学就骗到了。嗯。那同样的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它这个画的线完全是1:1的比例。
你认为它是假的呢？它哪天停一个真的，刚好摆那边跟重叠，哎，是真的嘞。哦，那拖走之后又是假的嘞。嗯，那到底真还是假？就变成会混淆到乌克兰的这无人机，会有这个状况。那另外一个，你看它下面那个，它那个轰炸机，它也放了这个轮胎。它放轮胎干嘛？那放轮胎的话，就是针对的是红外远距红外线，因为轮胎把机翼的热量遮蔽了，轮胎它不吸热，金属会吸热，轮胎不吸热。它的按照它比热的，那这轮胎的比热是比较低。那经过红外线一看，哎呦，这个地方好像不是飞机，因为它没有热，这个是热源不完整。那经过判读，可能不是，因为它是类比判读法。这个合成孔径雷达，它是按照电脑来类比判读。那经过它的热源的分布一看，它不是飞机的形状，它就不是飞机了。嗯，这就是变成欺敌了。那另外一个我们看到的，就是它曾经的有一架的。TU-22逆火式的轰炸机被乌克兰的无人机攻击，刚好那我们知道停在飞机地面上的这些飞机了，它平常的油都是加满，平常10000多架，为什么？因为随时都可以起飞啊，结果被乌克兰的无人机啊把它攻击炸毁，哇，熊熊烈火。那这样的话，换句话说，无人机是个那个乌克兰以便宜的无人机去炸掉这个俄罗斯那么庞大、那么贵重、那么高价的逆火式轰炸机。这个我们这样的战争的这个等这个价义比啊，就是价值跟所获得的效益这种本效比非常的高。对，我们看到在这个军事上啊，然后在美国的这个带领之下哈，现在世界越来越两极化啊。那军事的、政治的、外交的战队之外，当然还有这个也很明显，就是这个支付上币别支付，让岳老师来谈一下最后一点时间。那10月2号哈，中银跟巴西哦，成功的为巴西企业办理了人民币信用状的这个贴现这个业务啊。那又一国宣布，其实我们看到至少全球已经有30个国家可以用人民币结算。好，从北韩、蒙古啊这些啊，到阿根廷啊、加拿大、啊、英国、德国、俄罗斯等等，其实都可以。当然有一些是比较全面的，有一些是部分的哈，但是都已经开始对接了。在中巴贸易史上哈，首次实现了人民币计价、人民币结算、人民币融资、人民币直接兑换，有没有？它的这个幅度面向是越来越广。那全球去美元化，当然。此刻啦，但我们很多专家认为，其实需不需要完全去美元也不需要嘛啊，同时存在，只是说把这个风险降低。以目前这个人民币来讲，当然它也有它的缺点，比方说它的流通啊不是很方便啊等等，这确实是存在啊。但无论如何，去美元的浪潮已经开始了，这个是在过去无法想象的事情。巴西、阿根廷之后，玻利维亚也加入，对不对？南美第3个国家，这岳老师怎么看待这个风潮？我觉得美国现在本身来讲，它原有的优势就是它所谓的霸权当中的话呢。就是美军、美元跟美国梦嘛，那这个整个这三个优势的基础就是在美元。美元作为世界的一个霸权，因为你拥有这个世界货币的铸币权的话呢，你占定了优势。这个大家都可以了解到，因为大家以前就是说一般国家都比较穷的时候，美国很富裕的时候，你拿这个美元一美金在手，你就叫美金，因为它跟黄金挂钩。所以说去美元化的情况早就是在70年代，它跟这个黄金一旦脱钩的时候，法国就首先开始去美元化，但是并没有很成功。最主要是因为美国的话就绑了这个石油嘛，就大家会发觉说这个绑住能源，你一个货币能够出来的话，你要绑住一个东西，它本身就跟那个金本位或者油本位是一样的意思，对不对？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大陆现在绑的这些国家当中，像阿根廷啊、巴西，尤其这边讲到像那个 ABC 啊，就是说是这个阿根廷啊、巴西啊、玻利维亚还有这个智利，他们都是锂矿非常流行，就是说是我买你的矿，然后我给你的人民币，然后用这个来计价，你买我的这个日常用品，就用这种方式的话是可以。说是不用美元计价，因为大陆目前为止的话呢，在去美元化的过程，它遇到三方面的挑战。第一个的话呢，就是它外汇还要不要管制？现在事实上是有管制，而且管制很严格，对不对？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说是你要能够取代美元的地位，美元的那个财经的市场，那个纽约的地位，它随便动一动手指，你这边的话，整个股市就动荡不行了。就是说，美国本身来讲，在金融的事业是非常强的。然后第三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美国有很多盟邦啊，就像你刚刚讲到，我们刚刚讲到什么 F-35 这些飞机的话。他用美元来计价啊，你要有那种最先进的武器，那他还是有他的优势存在。所以这些优势的存在的话呢，相对于你简单来讲，去美元化是一个理想，但是短期内不会实现的，而且也没有必要实现。为什么呢？因为美元本身存在的话，让大家看的，就是说我讲，时间是站在所有看着，就天下苦美久矣。
时间是站在觉得受到美国影响，叙利亚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他就慢慢拖，到时候我油卖给中国嘛，用人民币计价，他在拿东西来换你的钱的实质钱，就没有牵涉到现在所有的外汇上的问题。那这个等于就是去美元化，等到世界的物品、能源、这个基础工业的材料各方面，越来越东西不用美元，用人民币可以买到的时候，等于是在比例上就已经去美元化了。如果去美元化还要相当久的时间，因为现在美元所占的比重一半。但是有这个有两个特色，第一个，七大工业国家、先进工业国这七个 G7 里面有三个，包含英国、包含加拿大、包含德国，是用人民币来计价哦，这个就不一样了，因为这个先进工业国家都是以美国为马首是瞻，尤其是英国是美国的死党，像英国、德国还有加拿大。这 G7 你看它已经有用人民币来计价，一部分而已，一部分，但是我们另外一部分嘛，部分用美元计价，但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东南亚国协，就是东协，东协国家里面，东协十国有五国是拿人民币来计价的，包含新加坡，包含马来西亚，包含缅甸，包含印尼。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两大趋势来看的话，人民币的比重只有在6%而已，但是很少。但是哪一天已经开始了，对，但是就是它起步了，哪一天到10%到15%，那就不一样了，变成第二大货币又不一样了。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啊，所以要分享给大家，那就是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吃了2-3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喽。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因为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非常的强大。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而您知道吗？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益生菌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是很有感。也因为这不是药，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选择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做好日常的保养，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也记得输入推荐码，有额外的折扣哦。